月十五日，黄子佼、黄志伟、李维维等出席某电影首映会，单纯为了力挺电影而站台的黄子佼喧宾夺主，成为全场焦点。黄子佼与小 S 自从2000年结束高调恋情，黄子佼劈腿曾宝仪后，两人关系一直处于冰点。现场黄子佼澄清不断，但时不时仍然会被拿出来做文章。小 S 目前官非缠身，是非不断，自然少不了被问及，黄子佼立马求饶。不聊那个、不聊那个，谢谢啊，拍嘴，谢谢，谢谢，支持台湾电影，支持台湾电影，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交给有关单位处理。电影中有不少床戏尺度相当之大，黄志伟更献出荧幕初裸，全裸出镜，被众人称赞臀型完美。既然在电影里面露过了完美臀部，那以后再开收视支票时，可就不能轻易过关了。就是里面床戏的部分，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，然后这个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。我现在紧张的18号之后，全台湾都看到我的屁股了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